来来来来来，还剩这个小狼墙，刚才你错过了，现在再把你拉进来，是为了让游戏帮我报仇。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讨下了，就差你了。这把求生者选的阵容，你别说啊，军工厂冒险家打得有点认真哦。这一局别的不关键，先把这个古董商给我抬走。游戏掏聂西，聂西打这阵容还真的很一般，非常非常的一般。哎，换了一首鱼女，鱼女找冒险家。聂西是真的很一般，这张地图聂西不太舒服的。然后这个阵容聂西也不舒服，这个阵容击球手、古董商这些角色，聂西都不太好打。而且我刚没注意有没有带飞轮啊，带了飞轮的话就更难打了。鱼女找冒险家，游戏速散玩家眼神好呀。啊，对对对，我们因为昨天被蓉蓉血洗嘛，对吧？蓉蓉打了六把，杀了24个，所以说呢，我们到时候要组一支强一点的这个挑战联军啊，来对抗这些强力屠夫。你看一下游戏，对吧？一般来说，就大概率这把如果找到冒险家也是偏四主要的，所以我们得组一些就是配合度高一点的一些强力的一个反抗军来打这些屠皇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一下那个我们直播间的许金鱼梦，然后他帮大家组一组，到时候我们就直接拉一下组好的人来打。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多打一些。哎，看到了吗？好像看到了一个收差。这里冒险家飞轮加双弹，嗯，这个位置冒险家再蹲一波收差，尼克就没有了。冒险家打鱼女是确实有点难打，而且游戏它还不是那个简单的通过水汽来排你的，它两波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游戏的眼神是出奇的好。他之前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把，我记得是那个圣心月有一把，他那个时候打速散的，找冒险家也贼精准。幽冥这边护臂跳过来捞人还行吧，这波在防守过程当中鱼女没有能打到嘛，哎，没有无伤捞，怕吃震慑，还行吧，幽冥反正也捞下来了。这边冒险家交了个飞轮拉走，走是肯定走不了了，冒险家是肯定走不了了。这个冒险家就对于穷者来讲，就如果说能够卖掉呢，其实也是可以往下打一打的，只不过就前期击倒的有点快，而且这把的话主要是穷者这边来打，要知道这是个金身啊。哎，你们不挺狠吗？对吧，这小狼墙刚才这棍子甩的可好了呀，打我来嘛来嘛，找游戏干的，对不对？欺负我算什么本事？击球手来，击球手来，一个是不够的。佣兵这边跳护臂过来啊，这边佣兵打针对刀，好的，一刀打中。这边他佣兵90多的水气，哎呦，98金身可以顶。丢叉封水器呢，你要封一个击球手还是比较难的，这边金身直接顶挂飞我觉得是可以的。逼了一波球回头牵起来，击球手这边没有第二波球准备，那人挂飞以后看游戏这边的一个节奏，因为他这边其实外面三个人都是满状态，并且外面三个人这边说实话他的一个自保能力还是蛮强的，游戏这边想要击倒下一个人没有闪现快不了，主要是他没有办法快速击倒。你还别说，这把其实穷者有机会能打一个三人开门战，但是这三人开门战能不能保平不知道，我只关心这个小狼墙能不能留下来，对不对？已经他的三兄弟已经被留下来了，一刀打中，好的，这一波飞轮压得很舒服，伤害打出来，飞轮交出来，但是想要把这个击球手抬走的话，毕竟他手里面还，哎，等会儿
刚小说他毕竟手里面还有球，然后又是一个双弹。嗯，机子现在还差一台，还差一台整机，佣兵这边来救，古董商这边机子修完以后补，还行，说实话真还行，只是这个机油手没有大心脏，只是这个机油手没有大心脏。一个冲刺没冲到，一波收差，水气倒是有，但这佣兵应该不会吃伤害，这把佣兵救人是属于全程无伤救人的。这里一颗球打开，那这样的话其实奔着三人开门战去了，奔着三人开门战去了，一个冲刺，针对机油手打，没有大心脏可以，然后开门战再留一个，但这把四抓好像是比较难了，这把四抓应该是比较难了，想回头去管密码机，他这边似乎并不满足于这一个三抓，抽了一刀佣兵，佣兵这边手里面刚好有根针，先把球踹了，外面的机子差的不多呀，哎，这把如果说不抓这个机球手，反而我觉得要平啊。这个局真的要平，他抓击球手应该是三的，但是游戏这边的话想要去争四，回头打他并不满足于这个三，反而不能让这小狼墙给走了吧。这边抽刀，这刀又没倒地，立马切船，击球手这边的话门已经点开了，这击球手能走的，他手里还有个飞轮的，这手切船把人赶走，回头找古董商，古董商这边回头点门，哎，鱼女还是中间节奏确实不像其他监管者，一旦对吧滚起雪球来，这个局就很好打，鱼女她后面一波节奏慢了，那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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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这棍子都没有用，这古董商来过去打一轮，你有本事别走啊！你啊什么？你过去打呀，你有本事过去，对吧，像刚刚打我那样打，冲出去，你敢不敢？我赌你不敢，我赌你不敢划出这条门的线呀。哎对，哎对，来来来来来，哎对，哎对，哎对，来来来来来来，他仗着自己有棍子有飞轮，还真打，哦，少年好魄力啊！好，我看好你，嘿嘿，来了来了，老弟。啊！飞轮躲掉，补棍，人。哎呦我天！哎，这操作我刚才被他打，兄弟们也不冤呐。他操作还是有点东西的。来，镜头给他。小狼墙，哎呀，这不是兄弟们，我刚才被他们三跑四跑，是不是不冤？
真出去打了，还赢了。